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卡拉，欢迎观看本期的《莫莉说生活》。七月的波动也大，那心脑血管疾病呢依旧高发，那防暑降温控压依旧是不能马虎的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分享三个用清水煮一煮就可以用的提高免疫力、预防秋天感冒的妙草。那第一呢，就是荷叶。早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有所记载，荷叶服滋，令人瘦略。现代研究呢也发现，用荷叶泡水喝呢，能够帮助身体降低血脂的含量，有一定的降压和减肥的功效。此外呢，荷叶呢还有丰富的连碱，荷叶碱能够清热解毒、清暑提神，缓解胸闷心慌的症状。那第二呢，就是金银花。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中有所记载，金银花性寒味甘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凉血化瘀之功效。用它煮水喝呢，能驱散风热，抑制与沙灭咽喉部的病原菌，对于肠炎、喉咙肿痛、感冒、咳嗽呢都有明显的效果，能够提高免疫力，做到冬病夏治。第三呢，就是车前草。这是一种在路边随处可见的草，不起眼的它呢，药用功效呢却出奇的好。用它泡水喝，具有利尿消肿的作用，而且呢能够促进人体多余的水分和毒素的排出，帮助去除体内的湿气，对于降低尿酸、预防痛风发作有帮助。而且呢，它还可以用来改善各种慢性支气管炎和咽喉的疾病。那这些妙草呢，可能在路边就能找到，或者呢在药草店呢都有，不妨用它们泡水喝着试试看。不过呢，有肠胃炎的人呢就这样就不要试了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，还有什么健康问题呢，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，我和大家及时的回答。欢迎转发、收藏、备用关注莫莉说生活，更多养生知识学起来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好看。